吴兄弟，别走，等等我！你锻炼身体呢？吴兄弟，你不走了？我就没走啊！太好了！行了，就知道搂搂抱抱，恶不恶心？吴亚，你不走了？啊，我就没打算留学啊。 闹了半天，远山你是追错车了。哎，那我送你们回去吧，我还没开过夜路呢。啊啊！我拒绝。宇航，你确定不走了？不走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催孩子走的时候那么着急，现在又担心了吧？ 这一飞就是十几个小时，也不知道儿子能不能适应那边的生活。你就不担心啊？爸，爸，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没上飞机啊。吴一航，你怎么能这么欺骗爸爸妈妈？听孩子解释。不是，妈，我可以去一班。 什么？去一班好，去一班总比留学好。嗯，你说真的？说话算话，当然，我可以去一班，但别再提留学的事儿。那个华远杯，你能不去吗？不行，事情一码归一码，华远杯不在讨论范畴内。妈。 我已经妥协了。好啊，妈。好，成就。哎，妈，你干嘛去啊？盛饭。不错，转一班好。嗯。